那老僧就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当时身为吏部侍郎的明德来到了少林寺，声言要拜寺礼佛，观海大师已入大魔洞闭关。老僧身为大魔院首座，代办一切寺内事务，自然不敢疏忽怠慢。而明德刚刚得势，谁也不了解他的底细，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大臣而已。说起来，那是老僧犯下的第一个错误。梁武，休得无礼，少林寺是天下名刹，正念大师怎么会在庙里做手脚呢？你多虑了。在下奉朝廷之命讨伐倭寇，结了不少仇家，我现在这些侍卫都有些草木皆兵了，请大师见谅。您施主除倭安邦，实乃功德一件，贫僧佩服。大师过奖了。久闻少林寺慈悲为怀，是禅门正宗，寺内的药局更是神医辈出，治病救人，造福一方啊。明师主过奖了。济世救人是乃佛门中人的一份责任，我们也是力所能及啊。大师所言极是。这些银两虽然不值一提，但在下也想作为善款捐给贵寺，若能帮助更多的人，也不失为一件美事。明德不但捐出大笔的善款，还在少林修寺建塔那段时间，全寺上下每一个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大大的好人。我真是有眼无珠，然被他蒙蔽了。信任明德是我犯下的第二个错误。他说想要见见少林武功的绝学，想当面见见十八铜人的功夫，我竟然答应了。在下此次前来少林还有个不情之请。明施主但讲无妨。都说天下武功出少林，这少林的武学绝艺又以十八铜人为集大成者，在下久居京城，孤陋寡闻，很想见识见识，不知道会不会给方丈大师添麻烦呢？既然明施主有如此请求，弟子怎可拒绝？我少林武僧一定会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。那就太好了。这是我犯的第三个错误。也是最致命的一个错误。我们为明德举行了隆重的比武大会。当时十八铜人除了我和正好下山的郑行之外，每一个人都给他展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。
证明。刚才使的便是少林绝学大力金刚掌，此功内外兼修，攻城之后可开山碎石，徒手搏击更是威力无比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、这少林十六铜人个个都是以一敌百的高手，设想一下，如果把你们少林武僧都集结起来组成一支军队，岂不大杀天下？罪过罪过。少林僧人向来慈悲为怀，怎能去战场行杀戮之事？谁能信得过呢？少林啊少林，居然在朝廷的眼皮子底下豢养了如此众多的武僧，我想请问少林，你们居心何在？来人呐！明施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抓逆贼！上！护法！明施主，你误会了。少林习武只为强身，绝无半点谋逆之心。少废话，给我拿下！方丈当时，这是你亲眼看到的。少林同仁居然敢和朝廷对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弓箭手，住手！僧棍放下。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想和大师商量商量。请讲。眼前的局面，我想大师也看见了。我只要一声令下，说条件吧。条件嘛，就是这十八铜人除去您和郑行，其他十六铜人不合适待在少林，不如随我一同去洛阳，用他们自己的武艺保卫国家。其他武僧人数众多，恐会危及朝廷社稷，就地还俗，归还原籍。什么？你是要保他们，还是保少林？我愿以死护法。方丈大师，我身后的这些弓箭手时间长了手一酸，如果这箭放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施主，大师快做决定吧。容我去向观海大师禀报。请。当时为何不让十八铜人联手？你我少林武僧之力，何惧那些官兵？我何尝不想？可我心里仍有惧念，我惧怕自此失去了少林。于是我就去了大漠洞，求见观海大师。
观海大师的书。海大师言：心中有佛，不在少林。众将官听令，将十六铜人押回洛阳，带走。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走，快走，快点，走。可怜那十六位同仁，走，为了少林的存亡，被明德带走了，至今杳无音讯。而明德也就此有了要挟少林的本钱。阿弥陀佛，正行师弟。弟子正行，在佛祖面前发愿，自今日起，修闭口禅，做苦行，直至重见十六达摩师兄弟那日止。师父拜火走了，不得不为明德治病。无暇，你明白吗？十八铜人已经没用了。十年前，少林寺既然选择了帮少林，那么今天也还是一样。少林不在于武，不在于艺，也不在于少林寺。少林在于禅，在于心。
安下心来，休战雪衣。既然少林寺已经拯救不了这个世道，那就让他救救我们自己的心吧。